好，我叫陈静，来自中国，是一名在读的大四学生。作为 UVA 的学生来说，定期查看邮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最起码一天两次。我们会在第一周的时候帮您设定一个邮箱账号。你的老师和课程顾问会通过你的邮箱来与你取得联系 ，AEI 也会发一些活动邀请你的参加，希望你能享受在 UVA 的生活。谢谢。